嘉敏啊，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除咗话我哋好心急之外咧，听众朋友都好心急啊！哇，等咗成好耐啦！因为逢即系每个月嘅第三个星期六咧，我哋就有回味人生呢个环节啦吓。咁就我哋就可以咧，每一次同我哋嘅哥哥姐姐咧，就倾下偈，讲下佢哋嘅过去吓，或者佢哋嘅现状。不过今日咧就好特别，今日我哋一阵间会请嚟一位啊，即系天王巨星啦吓。系啊，一位嘉宾朋友咧就系陈楚慧姐姐咧，著名嘅即系潮剧演员就会同我哋倾下偈噶吓，当然啦，如果你都想同阿楚慧姐倾下偈嘅话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登记嘅吓。咁当然啦，我同阿嘉敏咧都唔系潮州人士啦，咁啊比较少睇潮剧啦。咁但系我所知咧，阿楚慧姐咧喺60年代开始已经红极一时，系啊，红遍东南亚。有少少资料咧，可以等大家听听嘅。有潮州任建辉之称的潮剧名伶陈楚慧，早于60年代就在潮剧界红透半边天，更受南洋华侨爱戴。土生土长的楚慧姐自幼家贫，但是最深舞台演出。10岁的时候投考剧团小演员学习潮剧，由于天资聪颖，很快就被班主选中，由跑龙套做起，边学边演。经3年学艺，在1956年正式登台演出，从此奠定在潮剧界的地位。由于他多数以反串演出，更赢得小生王美誉。楚慧姐不单止在舞台上演出不绝，更曾经拍摄潮剧电影多达60多部，红遍东南亚。1991年她就暂别神功戏台。今日有请呢位一代潮剧小生王陈楚慧姐姐同大家回味人生。我哋要正式欢迎呢位一代小生王陈楚慧姐姐。欢迎你，你好，慧姐姐，细昌哥，敏姐你好，楚慧姐姐你好，你叫我细昌得啦，会得噶啦。我哋今日真系好开心吓，能够有机会同阿楚慧姐坐埋喺呢个直播室倾下偈，向你学习下前辈前辈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楚慧姐啊，嗱咁你系即系潮剧演员啦吓，当然啦，潮州人士啦，不过你嘅广东话讲得非常之好，好渣，好渣，好好，讲得好好啊。学过唱过啲粤曲，唱到好似潮州音太多，唔敢唱。唔使再学啦，其实唱粤曲系另外一样嘢，潮剧先系你嘅本行啊。系咯系咯，学你话斋玩玩下嘛。系啊，有阵时咧，即系听你讲，譬如话你头先讲广东话，都唔系话好重潮州音咁样啫嘛。因为我有啲朋友啦，或者我自己啊，未来奶奶啦，都系潮州人嚟嘅。系啊，同埋我觉得咧，潮州女人真系好叻嘅。系啊，系啊，好好，我觉得潮州女人好。真係好本事咯，勤力啲係，係好勤力真係。所以咧，今日即係阿慧姐咧，有今日嘅成就咧，靠自己嘅努力啊，同埋個人魅力啦，都要多得觀眾啊支持，有緣分咯，有緣分呢啲嘢緣分。嗱，楚慧姐，你過往咧頭先聽少少資料啦嚇，過往演出咗咁多嘅潮劇啦，又拍咁多電影啦嚇，又咁受歡迎啦，自己對於過往嗰段嘅光輝歲月。有咩感受呢吓？嗰阵时咧，拍戏，我17岁就拍戏嘅，系啦，第一次呢、這个拍个拍呢个电影咧，好惊好惊，系吓，咁有嗰啲导演啦，以前咧就好似李铁先生啊、黄学星先生啲，佢哋都系拍粤语片啊，李晨峰先生都系有同我哋拍潮剧，哦，都有拍潮剧嘅，有咩陶公启嗰啲，系啊，我知道，以前嗰啲老前辈嗰啲导演嗰啲都有，咁第一套就系惊惊地，但系拍到第二套、第三套咧，嗰阵时就。就定啲啦，十七岁开始啫嘛，十七岁都系即系妹妹仔咁样，妹妹仔系啊，都唔识话叫做点样开唔开心啦，好似翻工咁翻，但系非常之受欢迎喎。咁系啊，咁啊当然受呢个即系香港啦、东南亚即系受欢迎啦，咁越受欢迎咧。咁你咪戏咪越拍越多咯，系啊，系啊，我记得好似话拍咗成60多部电影，差唔多啦，吓，6年间里边啊，可能系啊，拍咗60多部，好犀利啊！佢仲一路拍戏一路演剧，系60年代拍到，真系拍到呢个66。
年嘅嗰年代咧，就好似停止就冇咩拍戲。嗰陣時咧就隨團咧就去泰國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登台啦，登台啦，幾年啊，年年都去嘅。我又聽我同事提供資料，阿施介強哥哥話咯，佢話佢嘅即係爸爸咧，佢專翁咧就講話，聽聞你喺南洋登台咧，啲戲迷好瘋狂嘅，將啲金鏈啊、金啊掟曬上台嚟俾你，有冇咁嘅事啊？掉上舞台嘅喎，有㗎有㗎。哇！真的好开心，他们真的好热情啊，好疯狂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这边有些歌星好乜嘢，热情这些真的佢哋嘅偶像呢啲係應該佢哋。所以阿楚慧姐話，其實而家啲所謂 fans 瘋狂都未夠佢當年嗰啲 fans 瘋狂，佢已經即係見慣啦呢樣嘢。慧姐嘅魅力啊嘛，係啊，會因為以前啊，我諗有一位朋友你都會識佢啊，就係阿凌波姐姐咧，即係小娟啦。以前佢做下雨片嘅時候，小娟做國語片嘅凌波姐姐，佢一套《梁山伯與祝英台》又係紅遍東南亞啦。當佢去到台灣時候就哇萬人空巷啊！我諗阿楚慧姐，我睇翻啲資料，我喺望到睇咧，佢當年去泰國嘅時候，一樣係咁萬人空巷。係哇，又有人送呢個燕窩俾你食添嘅喎。呢啲濕濕碎啦，頭先都講話有嘅，係嘛？珍珠末啊，燕窩啊，你諗下金條、金幣全部掟曬上台。金幣紙，我第一次去泰國登台嗬。係、哇，幾多架？成十架、八架嗰啲軍車嚇嚇嗰啲軍車添，仲有嗰啲即係。揸嗰啲摩托車啊，即係嗰啲電單車啊，哇！開路嗰啲騎啊，開路啊，哇！真係好似嗰啲國家元首嚇到我咧，我第一次去泰國，我驚到。嗰陣時你幾多歲咧嚇？嗰陣時我去泰國登台係廿三歲左右。哦，真係少女。廿三歲已經光輝歲月啦，幾羨慕咧！你都未到光輝歲月啦，我而家。你都係十三歲啫。幾歲啫嘛？嗱，你咁紅。喺呢個圈嚇，即係叫做潮劇界啦嚇，咁出名，甚至啊，小生王啊，潮州任劍輝啊，大家都明白啦嚇，幾紅啦。咁你淡出娛樂圈，覺唔覺得可惜同埋遺憾呢？因為咧，我即係由六十年代拍戲啦，咁啊做到差唔多，大概係七十年代，我七零年結婚咯。係係。咁我啊諗住，哎呀，咁啊跌起個心咩咁樣生 BB 啦，養兒活女啊咁樣咯，咁啊隔咗幾年後，嚇隔咗幾年後，啲觀眾啲朋友都係念念不忘咁樣咯。咁我自己我哋嗰啲以前我個劇團叫做新天彩潮劇團，呢個就係我由細就係入呢個新天彩潮劇團，我個當係母家咁樣啦，好好。咁佢哋去做嘅時間咧就都幾受歡迎，但係咧有一次咧就係可能麻麻地咁樣啦，咁係都要即係觀眾啊同埋啲老細咧就打電話嚟，你無論如何你要過嚟同我哋幫，因為冇你喺度，就要你復出係咪啊？係撐場啊，就撐咯。但係去到嗰度做咗呢個兩個禮拜，哇！又係爆曬，爆曬棚啦！哇，真係好犀利啊！咁漸漸我就啲朋友唔肯俾我即係離開咁樣，離開呢個咁我來不來我就又去做咯。即係冇人可以代替到你嗰個位置喎，真係咁。即係當年嚟講咧，就話啊，即係雖然想話相夫教子啦，安心嚇，點知都係欲罷不能啊。咁就不過咧，就結咗婚之後都係間歇性咁去做下。可能我同藝術有緣分。當然係啦，唔好嘥，唔好可惜啊嘛。咁係啦嚇，咁喺圈中度咧都咁多年啦，有啲咩係最值得回味？譬如話頭先講話啲 fans 對你嘅熱情啦，係啊，定係你對工作嘅熱誠係你最回味、最回味嘅咧？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啦，嗰陣時少女啦无好否认呢我喺呢个潮劇界呢就观众俾我好有嗰、那个即係好有信心。係。去即係再出嚟演出咁样嘅意思。大家呢真係对我呢就好爱护。爱护。香港呢本来都系一样嘅，我香港我都做咗好多年潮剧同埋电影啦、啊、节啊都有做。不过呢我哋即系市场可能系窄个头咯，咁啊变咗呢喺东南亚呢成班朋友呢佢就真系好大力嘅支持，头头系即系叫做影友啦，来啲我到而家呢呢成班人呢仲有联系嘅，仲有联系，变晒朋友啦，系啊系啊。
甚至我呢幾年又出嚟過去咩？佢每一次都好團結㗎，一班係啦，新加坡影友會啊，乜嘢佢都成日，我每次去呢，次次都係支持我嘅，嚇嚇嚇，泰國都係一樣，係啦，會唔會話係即係當地嘅潮州華僑咁樣係多啲咁樣嘅支持？泰國多啦，泰國好多潮州人士，泰國係幾多？不過呢，好似暫時力唔及得新加坡，反而新加坡，反而新加坡佢比較比較泰國而家咧係多，反而多啲人嚟認識呢個古代嗰啲潮劇多啲。因為新加坡本身咧，即係嗰個人咧，多數都華人啦。係啊，但係泰國咧，啲華僑咧就會俾泰國人同化咗嘅，好多時嚇嚇會係咁嘅嚇。個文化都接受咗嗰邊嘅文化多啲嚇。嗱，咁大家認識咗我哋呢位著名潮劇演員陳楚慧姐姐過去嘅威水史啊，我只係講咗部分啫。仲有啲威水史未講，一陣間會講。當然啦，今日我同阿嘉敏唔會咁自私，就霸住阿楚慧姐嘅。雖然我想霸落去嚇，但係咁難得請佢上嚟咧，好多聽眾朋友咧都好想同佢傾偈嘅。頭先都話啦，有啲人唔飲茶住啊，喺屋屋企咧抱住聽收音機。已經好多電話打嚟啦，一陣間你想同阿楚慧姐、陳楚慧傾下偈嘅話咧，就要打定電話嚟登記啦。電話號碼18723122。而家嗱，咁啊啱啱聽過咧，就有葉振棠嘅嚇《勝利雙手創》係電視劇《我來自潮》。周里面嘅主题曲啦，咁点解咧？今朝喺我哋奇力量回味人生咧，请嚟一位潮州嘅靓姐啊，陈楚慧姐姐。不过楚慧姐就土生土长香港人喎，吓，不过潮籍人士吓，系啦吓。楚慧姐啊，咁啊讲开咧，嗱，你系一位著名潮剧演员啦吓，咁但系当初点解就会有兴趣去做呢个潮剧演员嘅咧吓？当初呢我仲好细，我唔系几识得咩咁样，就系呢班香港个新天才潮剧团，佢去呢个石硖尾啊，石硖尾地都知啊，个街坊福利会呢就演出，咁我妈妈就带我去睇咯。我唔系话中唔中意，我中意佢啲衫好靓啊，以前咧啲衫咧闪闪光光，有珠片嘅，啲灯光咧就亮到不得了。咁啊成日妈咪话你带我去，好靓啊，啱啱嗰阵时咧照照影。哦，嗰阵时你系几多岁咧？应该有十岁嘅啫，九岁十岁左右。真系好细个啦，系啊，我都唔系几识乜嘢噶，系只系觉得好靓，唔知系咪有缘分咧？系啱妈咪。你帶我去啦，帶我去啊！嗰個時間就有好多個即係石硖尾啲好朋友咧，姊妹嗰啲咪個個去參加咯。哦，即係考童星噶咯喎，嗰陣時考童國嚟噶啦，十個八個都係揀幾個噶，揀好兩三個啫。咁嗰陣時點樣去即係試音咁樣咧？你要去唱幾？要噶。先生唱一句，我咪跟佢唱一句咯。哦，係咯，我仲記得佢頭一句救我好似一套叫做唔知。横剑靓吓，吓咁你又唱咯，咁我咪唱咯。咁啊好彩啦，又或者即系好彩同埋自己有天分啦。咁细个真系俾人睇中咗啦，佢有慧眼。当时嗰啲师傅都有教导嘅。但係好多時嗱，你當時我睇翻你年青時候嗰啲照片啦，因為我哋頭先有個唱片封套啦，楚慧姐個樣好女性化，好靚女喎，但點解會做咗小生嘅？係咯，即係講起上嚟又係得個笑字。人哋學得學花旦嘅啫嘛，最近我哋訪問過阿蓋明輝咧，阿 Joyce 咧，咁佢個 style 咧就同阿形象係啊，同阿慧姐就有少少唔同喎。阿蓋明輝咧，佢就係比較有啲男子氣概咁樣。系好豪爽，男仔咁嘅。系而家慧姐就好即系女士啊，系啊，佢而家都好女士啊。咁你喺台上做小生嘅，但系我喺台上咧就另一个男士嘅装扮嘅，系就另一个人嚟，女性嗰啲嘅。但点解会做咗小生嚟咧？我当时咧就系可能我把声比较粗啲咧，系咁咧嗰啲花旦个声咧就要尖啲啊嘛，娇啲咁样嘅意思。咁师傅就觉得你嚟学做小生比较适合多啲。你有冇抗拒噶？因为小生啲衫又唔够花旦靓喎，花旦装个头都靓啲噶嘛。嗰时又唔系几识喎。哦，十零岁真系十岁左右咁，你点样啊？又好乖啊。系啦，都几乖噶，唔系自己剪啲。知道。
系啦，哇！你啲 friend 揾你啦，听到啲 friend 打俾阿楚慧姐啦，唔好打佢个电话，打我哋嘅电话揾佢。一八七二三一二，冇错，打嚟一八七二三一二俾阿楚慧姐倾偈吓。一听到你喺我哋节目度，证明你直播噶嘛？系啊，好啦，咁啊做咗小生唔紧要啊，仲做埋小生王嗰度先犀利。哎呀，呢啲系大家称呼啫，我唔敢当嘅。咁有好多小生噶嘛？系啊，系咯，咁啊讲一讲咧，即系有要有拍过电戏诶电视啦，电影电影。拍过电影啦，去过即系诶南洋登台啊，神功戏啊，咁又用呢个即系粤语片嚟配音配啲潮语啦。系呢个反而想有兴趣知道下喎。咁连珠工作有啲咩感受咧吓？嗰阵时配音我又觉得唔知点解我识配喎。系咯，嗰阵时都系十四岁、十五岁嗰段时间。系系系。吓，十五六岁嗰段时间，嗰阵时就未拍电影，未拍潮剧嘅。系。咁就你知啊，泰国呢潮州人啊好多，系就变咗广东即系粤剧我哋粤语长片呢、就嗰边就唔识听嘅。咁佢嗰边嗰啲老细呢做戏影即系嗰啲老细呢佢就唔知点解要諗下呢买我哋香港嗰啲粤语长片。系。咁就叫我哋配音囉。咁、哦、样配都应该有配成一两年嘅左右都配好多。好多套囉。好多。好多任建辉嘅，阿林家声啊，全部都粒粒巨星。何非凡啊！嗰阵时咧，罗剑龙咧最受欢迎就系泰国。哦，罗剑龙系啦，最中意佢。佢靓仔嘛？可能系啊。佢真系罗剑龙好，即系睇上嚟好似好高大啊！咁嚟香港嚟揾佢噶，嗰阵时咧，我哋开始已经拍戏，咁佢又要嚟揾阿罗剑龙，系叫我即系嚟揾我先啦。系啦，系咁啊，以为你系罗剑龙系嘛？我配个罗剑龙，系系系，配个饮者咁样嗰啲啊吓，咁啊，佢又唔识同佢沟通。哦，佢哋讲潮州话，然之后先知道佢原来唔系潮州人。哦，佢哋睇戏见到罗剑龙，听到佢讲潮语，咁即系以为佢潮州人，咁即系证明你配得好好啦。哇，好先进喎！系咯，好多同事配嘅。我哋后来咧睇电视剧咧，咁将啲西片咪配咗广东话、日本片广东话咧，已经觉得好叻啊！无线啊，或者以前丽的啊，识配音。原来阿楚慧姐仲早啊，系咯，将啲粤语片。五几年系咪六年啊咁样吓？粤语片配五几年啊，将粤语片配成呢个潮语啊！我六十年代我都拍戏啦，佢自己拍都唔得闲俾配啦，系咯，佢自己忙到不得了啦。嗱，嗰阵时就年纪好轻啫，十零岁啫，吓咁啊配啲大明星有冇压力咧？嗯，又唔觉得有冇压力。我就想问下啦，嗱，譬如罗剑郎、林家声。任建辉三个形象都唔同噶嘛，都系用你把声去配，咁你会唔会用三条声带去配呢？应该唔会啩，即系我哋即系会扮声噶嘛。佢做小生，我就配翻即系比较把声，佢演绎唔同啦，沉啲吓，系啦，男性化重啲，啊咁样啫。哇，可能咧嗰啲 fans 咁中意罗剑郎，因为你把声配得好，系啊，你有功劳啊，唔知佢真声系点，唔识。如果你唔配，佢哋唔知佢讲紧乜嘢噶嘛。所以你配得唔好，人哋未必会中意噶嘛。哦，都系我哋嘅新天彩嗰、那个张木忠先生咧，佢啲曲啊，即系跟住佢个板啊，先至配到佢个嘴型啊嘛。咁佢哋唱歌都要配埋噶你。我哋就系配唱歌咯，哦，唱潮州嘅唱，系直情唱潮州啊！哦，但系佢啲粤曲嚟嘅喎，系啊，我哋可以反嚟做唱潮州，哦，即系转翻潮州曲咪得噶啦，最紧要个拍子啱 ，OK， 你个拍子啱咧，你就会对嘴啦，咁得意喎，原来啊，连唱歌都变咗做潮，系五几年啊，唔怪得嗰啲泰国朋友嚟到要揾罗剑郎咧，以为佢又识讲潮州话，识唱潮州曲。到面景，原来一个罗剑郎嘅背后系一个陈楚慧。咦，我想问啊，你又配唔少饮者啦，咁你个潮州任剑辉呢个称号系咪因为咁而嚟？抑或系事实上咧，你喺潮剧嗰个板串小生嘅成就，即系媲美我哋粤剧界嘅饮者咧？系唔好咁讲，我都系睇阿饮者佢嗰啲戏系好多，林家声嗰啲戏我好中意，系系，好中意佢哋个台风又好，个乜嘢好，所以。我会做戏呢，我都喺配音嗰度学咗唔少嘢嘅。哦，
系一路配又一路吸收坛嘅长处。乜嘢啦？佢哋真系做手啊，唔做手嗰啲，即系老前辈嚟噶嘛。好咁嗱，即系听咗阿楚慧姐讲咗咁多关于当年嘅趣事，因为回味人生啊嘛，系咪啊？越讲越兴奋添啊！我哋本来好多嘢问啊，但系阿雪雪话出边啲电话多到咧倒写罗蟹啦，唔好啦，咁不如咁听首歌翻嚟就听电话好唔好？好啊，好啊。咁啊，多谢楚慧姐咧送上呢首《明春花开君再来》，潮州话点讲啊？明春花开君再来。哦。哇！刚刚听过呢一首阿楚慧姐嘅潮曲吓，《明春花开君再来》，我真系好快乐。系啊，真系好开心啊！听起上嚟咧，好真系好，我想跳舞添。好热闹。系啊。但一句说话要问一下楚慧姐，唔好意思得罪晒吓。点解啲人咧一讲开潮州音乐就话自己顾自己，自己顾自己嘅？点解咧？我都唔明啦。细细个听过，因为佢个音乐头头攞上嚟咧要试音噶，系系系。咁啊，咦，咁佢哋冇到个国语做咁样，啲二胡嗰啲啊嘛。但我头先听又唔觉得要自己顾自己喎吓，要顾晒大全吓，啊要顾晒大家，系啊顾晒大家，顾晒大家，我哋要听听电话，好多电话。第一位是张婆婆，张婆婆，张婆婆你好啊，终于等到了，是不是啊？早晨啊，早晨啊，你要大声少少，近啲个电话好唔好啊？个嘴近啲个讲嘢嗰度，好啦，麻烦你啊，你是不是想同阿楚慧姐倾偈啊？系啊，好啦，倾偈啦，好冇？喂喂喂，阿楚慧姐啊，喂，哇，你而家喺边啊？我而家咪喺电台咯，而家终于抽晒日头先啊！佢问你使唔使凑孙啊？唔使，睇有阵时中意玩下，咪去玩下算咯。玩下算啊！好开心啊！吓，而家唔出嚟做啦。吓，佢话你而家唔出嚟做。而家日日睇你个嘅直清楚三期啊！哦，直清三出定做机是咪？直清三取珍珠期啊！系啊，睇。在下你都将古往嚟记得话。红珠宝盒，红珠宝剑啊！红珠宝剑啊！好似好犀利过我哋，要搵阿师哥哥翻译先得。我都始终还是直接播是好多台啫，调片。师哥快啲翻译。所以那那香港那方是啊，台调片嘅那方是在啦，哈。系啊。啊！好得意，佢叫阿徐啊，阿啲人叫我而家结婚62年啊！结婚六十二年啊！六十二年啊！系啊！哇！你都见呢冇啲啊？系啊！我结咗婚六十二年，咁啊，你要成80岁啊？80岁啊，八唔止啦，八几啊？但是你把声好似60几把声喎，系咯，同埋佢嘅活力好充沛，系啊，个活力好充沛啊！哇，好啊，好嘢啊！真系大家健康最紧要。其实咧，喂你阿系咪张婆婆？张婆婆吓，系你听台嘅人咯，台调酒戏，听调酒剧，自然依照爱清心爱健康，系啦，听多啲潮州剧吓。有冇新嘅啊？吓？有冇新嘅潮剧啊？有冇新嘅潮剧？先嘅先嘅吓，先嘅我我自几年有去东南亚做就谂到先嘅。哦，东南亚做，啲细张好似识得听晒咁咯。系喺东南亚有做嘅话，听晒大家。系啊，好啦，嗱，我哋要讲一讲先，大家听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吓，就冇接收错咗第二个台，我都想咁讲，冇收到潮州台啊，冇收到泰国台啊。嗱，咁啊好啦，倾到呢度先，张华波啊，因为太多人啦，要轮下俾其他听众。第二位听众多谢你电话，谢谢谢谢。谭生你好，谭生你好，系啊系啊，你好啊谭生，就尽量讲广东话好唔好？等我哋可以参与啊嘛。点啊，谭生，你听声好后生啫喎。慧姐嘅戏啊，系啊，系啊，多谢。岁噶咋？你几多岁话？30岁咋？哇，30岁咋？哦，呢啲系后起之秀嚟嘅，即系后生 fans 啦，后生 fans 嚟嘅，系啊系啊。咁点解你会咁中意阿楚慧姐咧？其实你睇戏时候，佢都可能淡出咗呢个圈噶咯吓。系啊，我细个嗰阵住屋企啊。成日睇噶，哦，潮州人嚟嘅系咪啊？系咪细个你睇喺电视睇我嗰啲电影嗰啲嘅？唔系啊，去戏棚睇你嘅戏啊！戏棚，哇，犀利啊！多谢你，多谢你。年轻一辈咧，咁你识唔识唱潮歌啊？我
我识识地啦，唱两句嚟听下。唔好啦，咁核突，而家哇，你可能系你唱得核突啫，其实潮哥唔核突噶。好希望楚慧姐再做戏啊！多谢多谢多谢。不过我想讲咧，楚慧姐今日上嚟唔系宣传乜嘢噶，纯粹系细昌好想好想同阿楚慧姐倾下偈啊！系啊，两位好有心，特登叫我嚟同大家倾下偈。嗯，多谢你吓，多谢。林生，咁啊，继续有机会就支持阿楚慧姐啦吓。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我都好难得嗬，咁年轻三十岁，仲系楚慧姐嘅 fans 啊好，跟住有王婆婆。系，王婆婆你好啊。阿楚慧姐。哎。好耐冇见啦。好耐冇见啦。做戏啦。吓。好耐冇睇你做戏。哦，系啊，因为我成十几廿年冇喺香港。CD 嚟屋企睇，哦，我仲叫做落水神仙，哦，六神六神，我问啊，行唔使紧张，慢慢，慢慢嚟。同你拍档嗰个仲有我喺度，同你拍档嗰个仲喺度。同我拍档系咪方口玉姐姐啊？系啦，系啊，系啊，喺时好健康，但系呢，佢就冇做戏啦。哎呀，唔系咁讲，佢大过我少少啫。真坦白。佢系做花旦，你系做小旦。系啦，冇错。冇错，好记性喎。系啦，我做曹子健啊嘛。咁多我放出嚟睇噶。系啊，成日都播嚟睇啊。多谢你，多谢你。系啊，拉咩睇睇？阿住啊，神功，以前啊。神功戏系，以前我做神功戏，你都周时去睇系嘛？啊，忠实嘅，好开心啊！多谢多谢，好，今日嚟喺呢度同大家听下电话，咁样好开心。你胡丽顶到嘅话，问我咪嗱嗱声打电话，我都好开心啊！多谢多谢，唔好客气吓，谢谢谢谢，倾个偈就开心啦吓，多谢你电话先，多谢晒黄婆婆。我谂我哋嘅听众咧，阿楚慧姐嘅 fans 咧系，我谂我哋白冇谂唔到咧会有机会同阿楚慧姐倾电话，系咪先啦？佢哋好开心啊！好多谢你哋两位，真系。跟住仲有好多阿朱太。喂，朱太你好啊，你好啊，倾下偈咯，同阿楚慧姐。阿朱太你好，阿慧姐，大家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第五台有呢个机会俾我哋，我哋今日好兴奋啊！听得出你真系好兴奋啊，几日都瞓唔着添啦。估唔到抽签会抽到我，因为我好多时抽都抽唔到我。你不如争取机会同阿楚慧姐倾偈啦。咩啊，朱太，即系我同你有缘分咯。系啊，系阿慧姐。系我哋咧好想有机会咧，你喺香港演出咯，我哋期望咗好耐。哦，咁样啊。我尽量啊，如果有机会呢，即係比较有意义嘅，我会做两三场俾你大家睇啦。好吗？好，多谢你哋咁多位，多谢先啊！我又想问下楚慧姐先啦吓，暂时唔好听电话住。其实而家再退咗休之后咧，你间中都会有演出噶，系咪咧？有啊，系喺边度演过咧？呢几年啊，系，即系好似喺新加坡，做筹款嘅，系啊，即系慈善嗰啲噶，慈善嗰啲吓即系2010咧，我都去过新加坡，旧年咋。咁今年呢就去过呢个马来西亚。係。係。但唔係做得好多场，就我做三场。都唔少㗎啦。都係趁事中春会嗰啲基金会嗰啲嗰啲係筹款。你知你呢话演出呢有个原则㗎嘛。即係一系呢就交流潮剧嘅艺术啦。一系呢就好似剛才你话斋啦，係慈善嘅用途啊咁样。係啦係啦。咁同埋呢早几年都见你帮我哋香港嘅艺俊同学会又做一啲筹款活动啦。係。所以其实阿楚慧姐咧退咗休之后咧系退而不休嘅，退而不休。佢仲有系佢哋肯俾我退休，佢仲系服务翻社会。系啊，同埋佢哋好似我又睇到啲资料话咧，只要嗰啲院舍啲哥哥咧、姐姐咧中意咧，你都会去唱下歌俾佢听喎，系咪啊？啊，有啊，啲老人院咧，有啊吓，系啊，有去唱下歌俾佢听噶，系啊系啊，好难得，好好咯吓。好，我继续听电话，阿 May 你好，嗰时阿 May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同阿楚慧姐倾啊，争取时间啊，系啊，慧姐，你好。哦，咩姐吓？系啊，你好，你好。哇，电视度挂灯来了个咩？哦，去录做戏。哦，做戏。哇，喺观塘鸡寮睇你做戏喎。鬼料啊，就系上阵啦。即时传译啊。咧就唔
爱料理，做生意唔爱，打出嚟咧就比较得闲啲。啊，今日听到啊西昌早轮咧，成日播话你会嚟电台度访问你啊，哇，好开心啊！多谢你抽出呢个时间嚟同我倾偈。咁我咪日日都等呢一日嘅嚟临咧吓。系啦，真系。你而家身体最紧要，祝你身体健康。哦，多谢多谢吓，大家都要健康啊！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要健康，健康快乐。细路女啊，系真系追到你啊！哇，佢细路女嗰阵时追到你发狂。多谢多谢多谢。你嗰阵时有冇怀疑佢系男士嚟噶？啊，同你攞个相啊，要非常之好。你点样咧？冇架子，即系我点解叫话冇架子？真系冇得顶噶。佢真系啊！嗱，我第一日咧，今日第一日见阿慧姐，但系我同佢由通电话开始呢几个礼拜咧，佢真系好可爱啊！我头先咧忍唔住锡咗佢一啖啊！我呢个同埋好亲民啊，真系。你知唔知啊？我头先锡咗佢一啖啊！真系抽水啊！咩事啊？形容声好听，会、呀，好啊，再试啊，再试啊，多谢多谢啦，再试啊，系啊，多谢阿细昌，唔好客气吓，我哋有机会再请阿慧姐嚟以后吓，呢个电台，好，因为点咧，我都听咗好耐，系多谢你，有机会我先至俾相俾你，好唔好？好好好，睇下行下有冇边个时间，影翻张靓相先，影翻张靓相先，好 ，OK， 好嘅。田湾住，今日搬嚟香港仔，做几次，跟住啲相唔见晒。哦，应该你以前有我啲相，有我啲旧相啊，见晒啊，好可惜啊，真系好靓女啊，系啦，打风啊，有时系系咯，系，系啊，最紧要人平安就得噶啦，系啊，同埋你有回忆嘛，美好回忆喺度嘛，多谢你啊，好，好多谢，好多谢晒先，多谢，拜拜，好，跟住另一位听众。谢生，诶、hey, 啊，你好，你好啊，楚慧姐，系、hey, 你好，我想问咧，你系咪同阿诶萧南英组定你组啊？诶，萧南英佢系大陆嘅、哦。哦，佢哋系中国嘅，中国嘅，中国嚟香港嘅，嚟香港嘅，喺香港做过戏，佢有做过，佢系花旦，佢系花旦，佢系做花旦嘅，系系系系，有冇同佢合作过啊？未未未，都未同佢，系从来都未噶，系，哦，你多数拍边个咧？以前啊，我拍方口玉姐姐啦，曾生凤姐姐啦，系系系，陈丽丽啊，系啊系啊，呢几位。仲有好多好多记唔起，其实记唔起啦，系啊，唔好问咁多历史，好多个老婆啊，要整体好似俾我感觉上咧，潮州戏咧多数都系比较做棚戏啊，喺戏院嗰个比例唔系好多，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唔系太多戏院，即系你哋潮州戏，即系唔系好多时系喺戏院做，譬如以前嘅利舞台啊，啲大戏院啊，你哋好似似乎嗱，我同你讲，如果以后咧。如果真系有喺戏院做咧，你听到你就要嗱嗱声，要叫人哋去捧场就得噶啦。OK， 系啦，系啦，好，多谢晒电话，跟住有阿赵女士，赵女士，喂，系，早晨啊，赵女士，早晨啊，系，好啊，早晨，慧姐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系赵姐姐，我系赵女士，赵女士，佢称呼你姐姐，赵女士，系你有咩同你紧张啊？唔好紧张吓，慢慢倾，慢慢倾。听见彩慧姐访问，哇，好紧张。不过俾我都会，系啊，真系。如果我能够同阿白雪仙姐姐倾偈，我一样紧张，我今日都紧张。诶，继续倾偈啦。零岁就已经睇佢，哇，真系好欣赏佢啊，佢好迷人啊。哇，多谢多谢。系啊，俾屋企人啊打唔少啊，正鸡就去咗戏棚睇戏，睇唔到书啊，真系啊，冇得翻入屋。系，佢晚都好迷我去睇噶。系嘛，真系真系真系听到真系。又喺荃湾做，我又买飞睇。我有去过荃湾做，系啊，系啊，吓，应该系2000年啊，或者系1999年嘅时间，系几年前，系啦，都有做过吓，有喺香港荃湾啊，系啦系啦，高山剧场啊，应该要，同埋我做咗一场嗰个健康快车嗰个咩，系筹款吓，筹款吓，文化中心嗰啲系。咦，今日迷人都不得了，迷人都不得了啊！冇位坐咁，系咁企喺度睇。系啊，睇神功都系企喺度。神功系啊，啲人真系好佩服佢哋啊！佢哋睇到天光噶。系啊，你做天光噶嘛？系啊，潮州都好慢噶。咦，咁你本身系咪潮籍人士啊？我唔系潮州人啊。咁你听得明咩？听过
喎、啊，當時，但係佢好迷到我，即係聽到個氣氛，哦迷，即係即係唔知唱乜都唔緊要。我唔係潮州人，我又唔識聽，但係淨係識得聽佢係。萬歲萬歲萬歲哦，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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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真係萬好多好多，哇！你今晚即係今晚都瞓唔著喎，傾到偈啊，又係啊，真係好開心。佢已經尋晚瞓唔著，等緊。好啦，今晚瞓覺好㗎啦，傾完就好甜蜜咁瞓啦嚇。記住聽翻錄音喎，真係。我可以上網聽翻嚇。係啊，想我啊。好啊好啊，你要想。嗱咁，依家我哋留低啲地址就俾咗阿慧姐，等阿慧姐影翻张靓相，直接寄俾你，好唔好啊？好唔好啊？系啦，系啦，你地址寄嚟俾阿细昌哥呢度，咁我寄去俾你哋啊，好唔好？唔该，好多谢电话。佢头先讲咗一句，我都要问下你，佢啲眼神啊迷死人啊！点解会迷死人呢？整个眼神嚟睇下，慧姐。可能佢睇我做戏嘅时间咧，咁我望你望去咧，嗰啲关目啊吓，哇犀利！而家都迷死人。慧姐个笑容都好靓嘅，琴日咧啱啱睇到个报道讲最靓嘅笑容喺阿慧姐身上就有，即系面上嘅有。系系啊！我想晕一晕，你可唔可以过嚟坐住呢度？拱一拱啲掣先，唔得啦！唔好晕啊！佢头先阿慧姐做咗个错样啊，佢啲关目喺度错嚟错去，我已经错嚟错去，好似坐唔稳添啊！哎呀，阿豪仔翻嚟啱入嚟推 panel。好啊，系啊，我要晕一晕先啊，跟住有第二位听众啊，揿完个掣先晕啊，系呢位系啊，刘太刘太，喂，唔安啊，系，喂，曹姑呀，系，哇，即系等你做做出许多更好仔嘛，真你哦，你冇睇到，你冇睇系点样系吧？哇，最谢了，最谢了，对啊，我个台女老做啊，真系谢啊，啊。去新加坡，你点去往去给请那个给来吃去？伊来回去啊，就叫那个老五啊。哦，老五。你爱你可以个，伊到你已经是走了，往就说你点回去拜个神啊？大家收听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是啊，是啊，是啊。有你过去有冇睇啵？你进来呢？爱去新加坡呢？新加坡咧，我就买套枪支过来。哦哦哦。但现在呢，我就希望你打有机会呢，你来香港嗰度拜访，真系难得啦。哈哈。喺新加坡买唱片翻嚟听你啦。系啦系啦。是啊，都咩事？我点点佢，我跟住个大偶像嚟。哦哦，大偶像啊！大偶像啊！犀利犀利！我边就报卡去个车去，你个一人食鸡，那我拢隔你小白，那无推我报个阿珍啊，话俾你听啊，我而家呢大把人咧，好想睇你啲戏。系大把人啊！多谢多谢多谢。真系。系。我遇上阿明哥啊，嗰阵时最生咧，我点唱成日。最收尾你做嗰出戏呢三藏寺啊，啊做佢嗰个仔啊，几好啊！我而家成日去点唱，同埋呢个碧玉针，佢成日电台第五台佢都唔报你出嚟。咁样啊？哦，你哋中意听碧玉针？可能好长啊，我哋播唔到。成套戏嘅，播唔到咁多。同埋一门三藏寺呢都系成套戏。我哋有潮剧选播噶，系啊，我哋有呢个。几时又再去新加坡做啊？呢排少啲啦，吓少啲啦，我都系系啦，而家都系半退休做下咁啊，休息下咁样咋吓？哦，咁样吓，出咁你出年先再过去咯喎？系啊系啊，我年年都有过去，有阵时唔系去登台，我都去氹朋友嘅。氹朋友我就唔会咯。佢冇话带你去，佢自己去啫。唔系，佢即系话意思，我如果喺新加坡登台，佢过去睇。哦，明白明白，哇！我又听唔明啲潮州话。哎呀，多谢晒啦，多谢晒刘太。我哋其实咧系逢星期二一点钟咧，我哋有潮剧选播嘅吓。咁不过如果咧点唱喺我哋啲节目咧，我哋播唔到咁长噶吓。咁当然啦，嗱，其实仲有好多电话啦，不过我哋都唔听住咯，因为留翻啲时间俾我哋同阿慧姐倾埋少少。我都想一阵间喺节目结束之前。就播一段阿慧姐嘅歌吓，因为嗰只歌咧都好有意思啊。或者头先同我讲话戏剧人生啊，系讲你入行吓，入行吓到而家嘅系啦，苦练啊，冇错啦，嗰个经历嘅吓，个挣扎啦、奋斗嘅，我而家播一段啦吓。咁啊，而家再同你倾少少。其实潮剧喺香港嗰个全盛期系咪过咗咧，慧姐？应该就系
比较系少啲噶啦，嗯，因为咧潮剧咧，嗰、那个支持力咧，即系香港人啊，冇咩呢个扶持呢个潮剧，所以咧热嚟就热少，同埋冇地方可以俾佢哋嗰啲新嘅练啊，所以咧最好即系政府接班人，系啦，咁、其实即系讲到话接班人啦，阿慧姐有冇谂过即系复兴潮剧？咧就呢个咁多人打电话打马嚟都话想复出系咯，睇你演出吓。咁有冇谂过？趁住你而家仲可以有时间去帮下手啊嘛，系咪？咁啊，大家即系研究下咧，即系切磋啲潮剧点样咩等咁啊，冇所谓。好似我啲同事有啲后辈嗰啲，佢哋咧得闲冇事都有唱下卡拉 OK 啊，玩下我都有时都有同佢哋。系咪啊？不过你仲好似有带队去外地演出噶喎，国内嗰啲潮剧。系啊系啊，几年前嗰阵时，带过好多班去呢个东林阿登嗰台啦。系啊，所以真系好难得咯。我觉得慧姐嗱，今日嘅回味人生咧，我哋嘅嘉宾就系潮剧演员啊陈楚慧姐姐啦。咁头先好多朋友打电话同佢倾偈，都个都想佢有机会就演出下啦。不过时间关系啦，真系好可惜。我希望迟啲吓有机会，我哋再请你上嚟倾下偈。好啊，冇问题。久唔久上嚟玩下啦，好唔好啊？嗱，点解咧？因为我要争取少时间咧，播翻下呢一段啦，播唔晒噶啦吓。剧人生阿楚慧姐嘅精选潮曲，好听听先啊！多谢阿楚慧姐，多谢晒，多谢两位，多谢。